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测一下那个光环之眼星。它这个都是有中文配音的，帧数的话还是蛮稳的，就50多帧。这画质还是蛮好的，不过这里面好像没有士官长，之眼星里面。他这个护盾真的是很帅。这个帧数真的不错，光环真的是神作。原来当时在那个 PC 上玩了《光环一》，玩《光环二》，《光环二》是真的震撼。这个帧数真的很高啊，这个比那个战斗进化还高，这个致远星的帧数啊，一只鸡。当时《光环二》可以开好多载具吧？我印象最深的竟然可以开那个女妖战机啊，还有可以用那个光剑啊。我打光环最喜欢的就是用那个光剑啊，那个光剑真的是很帅啊。看那个星盟精英拿那个光剑，我还觉得星盟也很帅。哼，还有夜市啊。刀哥，我可以开枪啊！52，反正这人多了就会降一些帧啊。这钱还可以冲刺啊，好像光环一是不带冲刺的吧？光环一不知道能不能冲刺，我还没看，我也没怎么冲过。今天在下面垫了一层海绵，感觉确实好多了，要不然手腕子都受不了这个姿势。40帧，一股浓浓的台湾腔，不过有中文就好，反正管它是不是台湾腔呢。我连个屁都没见着。
糊弄。他感觉这直接打起来了，我去！这个效果确实比一好多了。对，叫爸爸。没炸吗？这个星盟怎么过来的？哎呦，熟悉的，我最喜欢的精英，刚才那手雷应该留给他们了，哈哈哈。不知道这个鸡可不可以打？怎么好瞄呀、啊？油珠炮不知道能不能开啊？我怎么就没有能量了？哎。那这个车好像还是比那个光环一好开多了，光环一那个车反正是蛮难开的。不在河里走吗？那从哪走？应该是从河里趟过去了。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压死啊？应该是可以压死，要不然它为什么要躲呢？哦，可以压死，它一下就秒掉了。人在哪？感觉打这种主机游戏可能还是。先去这边看一下吧。
算了，现在不扯淡了，赶紧冲过去吧。然后，Oh no！我操！我去，好凶残啊！好，那这个视频就录到这儿了。